但是我们的政府怎么回应？跟你说啊，这里媒体没在拍的啦，你自己走就好了啦，哦，这时候你千万不要听他的，假设他这么跟你说，你就直接在地上躺下来。当你躺下来的时候，警察就会很困扰的，因为他们要把你重新搬起来又很困难。好，谢谢卢同学。那我们接下来，我今天觉得非常汗颜，就是二十几岁的各位来保护。